东海是的呢。东海冰封城，香蜜湖呢？为什么要去呢？去香蜜湖那干嘛？不去香蜜湖，上高速。哪里上高速啊？黄冈啊。你查了吗？查了，我戴着耳机呢，听着那个导航的。哦。谁回老家啊？哎，有个港下北站。南山香蜜湖路最早，新洲路西，逆点路起，金田路会展中心的那个道。先生，昨天我们打的去的去跟表姐吃饭，跟我表姨妈吃饭。这吃。没上黄冈高速了吗？没有。他是哪啥时候上？我们已经吃直接吃饭的地方了。上次那叫什么瑞典四季啊？不是吗？是的。怎么记得很清楚？哎，这里好多巴士停呢。是呢，叔叔，我们车就在这里停的哈，是吧？多久到？我想你绑个钱袋没有？你是要去哪？走那么偏僻的地方？是吗？哪里偏僻？这里呀、啊？去哪儿啊？上高速啊。上黄冈啊？对呀、啊。S4G4。G4那是国家啊，我怎么？